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至十九节，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边境。他走进一个村庄，有十个麻风病人迎面而来，远远地站着，大声说：主耶稣啊，可怜我们吧！他看见了，就对他们说：你们去给祭司检查吧。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，内中有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，就回来大声颂赞神，在耶稣脚前把脸伏于地上感谢他。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。耶稣说：洁净了的不是有十个人吗？那九个在哪里？除了这个外族人，再没有一个回来颂赞神吗？耶稣对他说：起来走吧，你的信使你痊愈了。这是上主的话。大伯摩奉病人一个回来感谢主，歌颂主，敬拜主，我和你得恩典，得生命，得拯救，快回来歌颂主，赞美主，敬拜主。大伯摩奉病人一个回来感谢主，歌颂主，敬拜主，我和你得恩典，得生命，得拯救，快回来歌颂主，赞美主，敬拜主。大伯摩奉病人一个回来感谢主，歌颂主，敬拜主，我和你得恩典，得生命，得拯救，快回来歌颂主，赞美主，敬拜主。大伯摩奉病人一个回来感谢主，歌颂主，敬拜主，我和你得恩典，得生命，得拯救，快回来歌颂主，赞美主，敬拜主。大伯摩奉病人一个回来感谢主，歌颂主，敬拜主，我和你得恩典，得生命，得拯救，快回来歌颂主，赞美主，敬拜主。